回转位，天下是如此，在于无形平平淡淡，而正是这平平淡淡，使得人世间焦虑不安。师弟，你怎么样了？嗨，正是把人往死里打呢吗？嘎子，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空同派弟子一年一度大比武，既是比武，就要真枪实弹，虚虚假假，如何在江湖上立足？哎，比武就可以随便打？这可是你设的，大师兄。嘎子，干什么？比武啊！好，我跟你来。哎，师兄，你别打了，师弟错了还不行吗？比武就是比武，哪来那么多事儿？师弟，你怎么不动手？你是师兄，我是师弟，我哪敢啊？嗯，师父，我空同派弟子若论武功，可以这么说，在江湖上自有我立足之地。可是目前国难当头，为剃头一服，洗我空门，人心不安，望师父为我空同派早做打算，以应万变之变。我知道今年和往年不大相同了，金飞子，你归座吧。是。空同弟子归座。
清兵入关，让我们剃头易服，我等方外之人总不能忘了祖宗，忘了先人。我老了，不能带领崆峒弟子走出危难，所以我想把掌门的位置安排好，以便能够发扬道门，光大道门。金妃子，在众弟子之中，你虽是俗家弟子，但如果你愿意，我想把崆峒掌门传给你，望你思之告我。弟子无德无才，如何支撑崆峒掌门，恐失众望。你的人品，你的武功，我心里明白，崆峒众弟子心里也明白。金妃子，国难当头，道门危难，只有你才能稳住崆峒，扭转乾坤。弟子离不开您，崆峒离不开您，弟子愿意永远侍奉在您的左右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因果循环，天意难违。无量天尊，无量天尊。有什么事慢慢说。哎呀，都快急死我了，看你总是慌兮兮的，有话快说，大师兄就要接任掌门了。怎么没有人呢？是啊，我哪里都找遍了，怎么没有人呢？喊喊吧。大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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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。师兄，师姐，他们都不在呀。我去外面找，走。大师兄，二师兄，师兄，大师兄，二师兄。二师妹，二师兄，别叫我师兄，我不配做你师兄，我真混蛋。二师兄，我知道你很苦。苦有什么用，只怕这辈子要苦下去了。二师兄，你不是掌门，这又何苦呢？你完完全全可以带我走的吗？义重如山，我怎么能离开大师兄呢？况且我还在师父面前发过誓，生立在崆峒，死躺在崆峒。二师妹别怪我，我实在没法子。我们从小在一起练武，在一起玩耍，可以说是有情有义。你现在要将这些全部抛开，难道说人世间的情谊都是假的吗？不，那不是的。我心里明白，情是那么真，义是那么重，你心里所想的我也一样啊。可是你知道吗，二师妹，情义不能两全的，你就别逼我了。那我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我以后怎么活呀？是的，你以后不好活，那我就好活了，好受了。过上许多年，你忘了，我都不会忘的。道门无情，
道门无义，都是王八蛋。别这么说，道门有道，道门玄机，理博天下，泱泱宇内，博大精深，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的，怎么可以因为你一人一事而改变它呢？就是千百年以后也是如此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只知道我和你，我只是个小女孩，我管不了许多，也顾不了许多。况且你当初也没有说要出家呀，如果你当初有这个意思，我也不会陷得这么深，这么惨。还有大师姐，你让我如何面对？面对现在，面对将来。二师兄，你听我一句吧，我们都是血肉之躯，就是好好活又能活多少年呢？走吧，咱们一起下山吧，今生今世我都会跟着你，伺候你，不要再管什么大师兄，不要管什么道门啊，好不好？大丈夫立天地之间，怎么能不管这些呢？大师兄志向远大，非一般常人可比，我不能不跟着他，更不能离他而去。真要是那样做了，我怎么能对得起他，对得起空童，对得起在师父面前发下的誓言？说心里话，二师妹，我真想带着你走，可是，唉。既然你想，我也想，我们就应该有个办法。那就只有大师兄不接任掌门，愿意带着大师姐离开空童，那样我就会立刻带着你走。你为什么非要跟他扯在一起？他死了你还不活了？你忘了，手足相连，我们是从小结义的好兄弟，眼下清兵入关，非逼着道家剃头易服不可。道门危在旦夕，空童危在旦夕，论公论私我都该跟着他，听他的话，怎么可能背叛他呢？那你就可以背叛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找大师兄，看他如何面对大师姐，如何面对我。哎，师妹，你可不要乱来啊。火妃子，你应该叫水妃子才对，软塌塌的。有什么话跟我们说吗？大师姐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你不要总跟着我好不好？不是的，我们怕你想不开那个了。你看你大师姐像那种人吗？像。哎，大师姐，大师姐，哎呀，这下可糟了。关进京，占领华夏大地，如今是至尊无上。按理说，谁做皇帝，我等方外之人管不着，也不应该管。况且，满族也是中华大地一份子，只要能有我方外之人一席之地，一片净土，我等也就别无所求。金妃子，你说是吗？师父说的极是。满清入关，非逼我方外之人剃头易服不可。师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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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兄。也就是说，要我大汉臣民从头至尾接受满清。师兄，师父。弟子想，我方外之人几千百年来都是遵循大汉的法令，大汉的习俗，如今要改朝换代，江山易主，想我大汉子孙怎么能够忍得住，受得了？师兄，如今满清又咄咄逼人，非逼得天下人剃头易服，我们不贪他们的江山，也不谋他们的财富，更不想他们的风花秋月，
只想清清苦苦修道山林。师兄，但就这一点，他们也不允，不让，不放过。师父，您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办，才能顺天、顺民、顺道，保我方外人的安宁？哎，天道轮回，人们想安宁也是不可能了。虽然如此，说不定也是件好事。潮涨潮落，是谁也阻挡不了的。逆水行舟，顺水行船，红尘中就由他去吧。而我方外人，金妃子，为师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保护空门不受侵扰，保护空童一方净土。为师已年过古稀，有很多事说的也未必有道理。道字难解，道字难易。何为道？中心为道。天上人间，乾坤万物，说白了也只是个人字。心心所向才是人间正道，乱世风尘，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可真是惨了，咱们姐妹呀，应该给他们想想办法。这种事情你怎么去想办法呀？只有看他们自己的命运。哎，蛇弟对，这种事情别人呢就无法插手。哎，我真不明白，这么漂亮的媳妇硬是没人要，我疙瘩想媳妇啊硬是没有。嘎达丹，这是什么地方呀？要你说话，走啊！试一试还不行？要你多嘴，轮得到你吗？这越说词越多了。哼！哎，大将军，嗯。咱们深更半夜进宫会不会惊了驾呢？哎，你知道什么呀，想当初南征北讨，别说半夜三更，就是一夜不合眼也是常有的事儿。哎呦，您怎么忘了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怎么能够同日而语呢？你怎么贫起来没完了？哎，皇上传一话让您在这儿等着。大人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啊，我们一路上鞍马劳累，这府内……您是要点吃的，那您等着。哎呦，这伺候皇上的就是不一样。哎，大将军，嗯，要是在您大营里有这么一位，嗯，当心脑袋，坐下吧。大人，您请用吧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公姐啊，那我们两个人就……你还想在这儿用啊？啊，跟我走吧。上哪儿啊？厨房呀。啊啊，公姐，您看是不是来点喝的？您是想要点汤啊？啊，是。等着吧。啊，好多谢了。哎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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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怎么是您呢？不错，剑法大进呢。太子爷，瞧您说的，我这两下子还不够您笑话的呢。你还认得我这个太子爷吗？奴才靠近太子爷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来点真的，比什么都强。
太子爷，太子爷，奴才真是罪该万死。奴才我能有今天，还不是全靠太子爷的栽培、提拔和恩典吗？好了好了，你能记住这一点就好了。没有我太子爷，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捡破烂呢。不瞒您说呀，您对小的大恩大德，我是终身难忘啊。想当初小人杀人犯事，打入死牢，多亏您的一张二指宽的小条子救了小人的性命，所以打那以后，小人就是您太子爷的一条狗，无论您让我做什么事绝不含糊。如今我做了神机营统领的位置，说白了吧，我这神机营就是您太子爷的一只手一把刀，除了认太子爷您呢，就是当今皇上，嘿，我也敢把他求弄。得得得，没完了，趁芝麻烂谷子，说说眼下该怎么做。奴才愿听太子爷吩咐。起来吧。如今父皇放弃了大清国的钢刀铁蹄不用，而要以人治天下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汉人那么多，不杀一些怎么可以镇住他们呢？我多次在父皇面前提起，可他总像骂小孩似的说了，他觉得他还行。自古以来打江山是一回事，守江山又是一回事。我现在在父皇心中的影子越来越淡了。我虽是太子，但可以被废了。王子又不止我一个人。真要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再说了，朝廷内外，所有的兵权都掌握在胡雄一个人手中。我们是内外无人呐，所以我想，内一定要抓住朝中大臣，要有人替我在父皇面前说话；外一定要把那个胡雄拉过来，让其成为我们的心腹。哎呀，那可不容易啊！废话，要是容易，还用得着我们去做吗？启禀白统领，属下有事禀报。进来说。是。啊，属下刚才得报，大将军胡雄进宫。什么事？属下不清楚。再去查。查。太子爷，您看这事儿。但情更。好贱人，你怎么做的事？你凶什么？我虽是奴才，但也是伺候皇上的，大人怎么可以这么粗鲁？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公姐，我心里太乱，说错了话，都是本官不好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收拾。大人真是快人快语，方才之事还怪我伺候不周，还望大人见谅。哦，一点小事，不必多说了。皇上驾到。参见父皇。深更半夜的你到宫里来干什么？听说宫里有事，孩儿是特地来看父皇的。那进来吧。臣胡雄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爱卿平身。谢皇上。
深更半夜有什么要事就快说吧。奴才罪该万死，若非事情紧急，奴才……好了好了，这不是在庭上，无需多礼，起来说吧。谢皇上。你就快说吧。扎，皇上，崆峒山金木水火土五大道士不遵剃头易服的圣旨，现正联合峨眉华山等地道士准备聚众抗旨。这还了得，父皇，请给孩儿一支大令，让我带兵杀上崆峒，让那些臭道士明白什么是大清国的钢刀铁蹄、皇权皇威。虎兄将军在，从你大营里挑出百名汉人，火速赶赴峨眉、华山等地，要好言相劝，把话说明白。他们每个人都立足于华夏，既然立足于华夏，就应该遵循我大清的法令。剃头易服是大清的国体，不愿意是不行的。臣明白。还有，你亲自再上崆峒，向他们晓以大义，八月十五之前非剃头不可，这也算是最后通牒。皇上的意思是杀鸡给猴看，还给驴看呢。下去吧。扎，父皇，孩儿是不是说差了话，惹您生气了？治国之道不是杀人之道。大清打天下之时用的是钢刀铁蹄，治天下之时同样也要用钢刀铁蹄呀。不对，如果平日生活中别人用钢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是不是会想尽办法把钢刀拿掉，然后用这把钢刀反过来把那个人杀死？似你这样怎么能继承皇位治理天下？你年方二十二岁，叫我这个父皇说你什么好？48代新任掌门上殿进屈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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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师兄，师兄，你不能接任掌门呐！你说过你要娶我为妻，难道你忘了？哎呀，现在是什么时候，还说这些？二师妹，二师弟，我们四人是一同上山的，你们可是见证啊！是呀，当初只说上山学艺，并没有说要出家嘛。你要接任掌门，让我们怎么办？师兄，算了，现在不接任掌门还来得及。我们本是俗家弟子，你带着我、二师妹、二师弟，就一道下山回家吧。师兄，我救你了！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啊？我接任崆峒派四十八代掌门，是师父对我的器重，对我的恩德。从此以后，我要施展抱负，祭崆峒先祖，光大崆峒。这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！是。不过大师兄，师姐和师妹说的也有道理啊。怎么，你也如此妇人之见？我，你我都在师父面前发过誓，生立在崆峒，死躺在崆峒，难道你想反悔吗？师兄，你何必用在师父面前发下的誓言来压我呢？不管怎么样，我听你的就是了。轮回转位，接点开始。恭请崆峒派第四十八代新任掌门上殿敬虚宫。新任掌门师父在催我们了。师兄，不能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不能走，不能甩下我，不能甩下我呀！你要明白，一旦你跨出这道门，我们就如同隔世之人。从此以后，我和二师妹不知魂归何处，就是老死异乡也不明。师妹，你这样说，让我怎么能担当得了？怎么忍心离你而去呢？师兄，我的心对天可表，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。师兄，二师兄，大师兄，看在我们姐妹这份情谊上，你们就回心转意吧。师兄，负你们的。二师弟，算是为兄害了你。如果你想说你不想走出这道门，为兄绝不怪你。不，我们师兄弟手足之情，生死已共，绝不分离。还是那句老话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跟着你。好，我们走。走。师姐，你先走。师兄，你师妹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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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妹，师妹，师妹，你过来。我要师姐，师妹，让我走吧。不能走啊！走开呀，师妹，走开。师兄，我今天就是不让你
蓝天白云。